Hello，Hello，来拆爆炸糖啦！一袋里面有7颗爆炸糖，全部拆完，一桌子的爆炸糖。为什么叫爆炸糖呢？难道会爆炸？赶紧来拆开看看吧！里面是绿色的网球形状糖，这个应该是个苹果味的。悄悄告诉你啊，我偷吃了一颗，味道还不错哟。但是嘴里没有跳跳糖那样的爆炸，一直很平静。还有黄色的耶，这个应该是柠檬味的。就是这个糖袋怎么拆起来这么费劲呢？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办法。像挤密封袋一样的来挤吧，手法又快又准，关键是还能发出爆破的声音哟，挺解压的。一下一个，我是不是很聪明呢？快来夸我，爆炸糖拆好了，倒点热水，来来来，像不像火山爆发？感觉如果用可乐，应该会爆发的更猛烈些。接着来倒胶水做泥巴，搅拌起来有点费劲呀。加入苏打护理液，妈呀，又出泡沫了。换个大碗，使劲搅拌，这样气泡就不会继续变多啦。最后做出这坛柠檬甲水泥，手感嘟嘟的，关键是可以吹泡泡哟。快看快看，我吹的泡泡大不大？这还不够，给你们看个厉害的双胞胎泡泡，厉不厉害？坚持坚持坚持住啊！破了，小可爱们今天都放假了吧？评论区报道，我要抽取幸运小可爱送上新年礼物哟。